哇，真不错，突然又多了10通行证，它不香吗？这10个通行证你领了吗？这次更新之后好像多了一个邮件，你们看一下，叫做策划挑战赛落下帷幕，给了10个通行证。哎，这10个通行证是不是全部玩家都有呀？应该是的哈，有这么多卡，不用白不用。来，走你前5张，能不能出个金卡？来吧，校长给力！炸！哎呀，紫色的，什么东西啊？闪回咒好像咱们之前有了已经，哦，这个烟花，大野猪，哎，但是这几个紫卡好像不亏，再来一发，感觉这一发能出金卡。哦，网易爸爸附体，走你！哎，一个金卡都没有，妖怪叔又可以升级了，还不错。弗雷兄弟伙伴还不错。游走球，这样的话可以给我的妖怪出去升下级。这10个通行证怎么感觉没什么体验感就结束了呀？但是感觉拿到了一个妖怪书的卡好像还不亏。后面就需要2张卡才能解锁升级了。那慢慢来吧，不着急。那大家都领到这10张通行证了吗？你们也去试一下你们的欧气吧。感谢关注，这只男孩，祝大家金卡不停哦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